腿先在前面那种哇啦一声，哇啦一声，然后他就一哇啦一声，你腿就伸直了，跑到前面一看，人家下一家都正往上放，看到了我就喝了，我那家救命啊救命啊！我也出一个美瞳馆卖的一个小大哥，后来说阿姐，我给你送上医院，我这是好的，他都带了个摩托车后边一坐，从发病到了有几分钟就抱到医院来的。当时看见那个小孩面色发紫，眼睛都那个目光都不对。之后我就说这个小孩不对劲，如果打120的话，有点时间赶不及。看到这个事情都会挺身而出的，以后我遇到这种事情肯定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做下去。订单肯定时间有点不足，我又跟顾客解释了一下，然后顾客也理解了，也没说我什么。看视频上澎湃。